on day four of MSI, I was talking to Faker and he said, I'd like to see you in the finals. So if I made it there, you know, it'd be kind of his calling again, kind of like how we won against TSM. And I was like thinking about like, oh yeah, we should win against TSM because Faker was like shouting me out after LCK was over. I don't know. I think now that I've broken the curse of not making it out of groups ever, I don't see why I can't just go all the way. Like, you're only two best of fives away from being the champion, and that's nothing. Like, you're 6 wins away from being the champion. I already went through the hardest part, making out of groups. 但我觉得有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点，就是也跟大家透露一下，我昨天刚好在彩排的时候有遇到大波利森，然后他，我从来因为我常常在世界赛各种场合看到大波利森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么精神过，就是他整个人是那种精神熠熠，好像散发光，这是真的，我没有在乱吹。好，这边把家伙给变掉 ，MVP 变掉，先把他给我变了，受不了。整个阵容其实哦，哇，太快了，亮出来就秒选，连给观众欢呼的时间都没有。这也是想打一个快攻，范达凯撒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是，就是因为这个球女呢，她的确前面跟这个雷兹对刷的时候不太会有问题，但问题是她可能比较限制住，就是一定要需要带个 TB， 不然在后中后期开始，就雷兹开始发动他的这个推线节奏的时候，其实球女是比较笨重的角色，比较难以跟上。 一边在打，但是问题是像这个英雄，雷克萨这个英雄其实冲进来，哇，两个，哇，本身帮两个，而且给您了一个机会，摸了眼睛，闪现，闪现拍地，逼出闪现了，再一个 Q 踢上去，两个都是这个绝对，但是转头选手不要了，点死了，由 The Shy 拿下本场比赛的首杀，而且是一个 Double Kill， 中路的部分 Ruki 也定住了卷神，换了一条血，这看得出来，就他出来了，嗯。 刚稍微一点草丛露出啊，哇哇哇，来了来了，太痛苦了，这是太这对线带的红 buff 真的很难回家再补了个吸血鬼权杖，在这个线上的赖线力也有了，再出了这鞋子，他是非常有机会做风筝拉打的。红 buff 的确是差太多了，两边打野都在中了，闪现上去绑了，阿里星踢到小兵，可惜。 而且 Xmissi 就在，所以这一波就拉开了。在下路的地方，靠 JJ WQ 顶起来。不过宝蓝立刻把盾举起来挡在前面，打中了晕眩的，滚出来过，打出三环。现在是 Jackie 的不反击的时间吗？感觉不太可能啊。被动也要了，可是拖到时间，拧过来了，拧过来了。宝蓝再上前，这里逼出 W 的闪现，转头应该扣，这里要吸血掉，给了一个治疗。一点三没死，然后 Jackie 反而死掉了。 但是 Rookie 也交了一个 TP 过来，现在 Double Lift 的血量感觉稍微有点低，现在球女给到一个球挡了一下，脚闪现还是被晕到，李星的 Q 被扣子直接给顶了下来，哇，扣子直接这一波有挡住，一个 TP 这边凯撒是回线去来守，但刚刚这波扣直接在死电情况下，一个敲三个，整个扭转了战局。前面原本就打太久，然后李星又来了，这里像上对决，但这边侧边打球过，竟然军人塔下要守塔，不给回，四加一哦，四加一有没有任何的空档？没有，没有，应该是这个要怎么回？应该直接往生了，哎，扭了两招，还没有啊，你往这个方向跑不是加，有 Jackie 的时候下，军神人头就必然，你这个时候打野去上路，但反而我是觉得这边是 Double Lift 打太深了，有也。 可能是这个定墙刚好也没定到，定到其实就死了，定到是会死，尤其是他们召唤师技能，一个是治愈点燃，一个是 TP 还是治愈，其实对打起来是会输的。而且这布拉姆的英雄的特性就有看出来，就其实你很难在第一时间把你的控制给到。这一下一敲三，这我是扣，其实这一波打得很好啊。对啊。 不然这边已经死了，对，因为他们其实大波利的打还是已经快爆炸了，感觉要全死。对，宝蓝这个 Q， 我觉得好奇，他是一开始就瞄准了这个Jensen可能闪现的位置，下很尴尬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往前踏，盾岩，踢一把牛踢在墙壁上面哦，踢的位置不够好啊，没办法，这个追不到，被差眼插出来，所以他只好出手。您这一波也是有点没办法。换中路 ，Rookie 看牛的，直接把枪打回来，再翻起来，这波死定了，没救了。这一波的 Xmissi gank 也是成功的，在中路得手。您这个时候看已经没有必要去中路救了，先把河蟹收起来。刚那波，我记得雷克萨还有闪啊，真的死亡几率蛮大，到下半部翻了出来，怎么有闪现？牛 combo 起了。
Jack Love 根本就没有降落啊，杀手本能往下拉开，之后被打出了大绝，但伤害不够，对，然后伤害都被那个布朗姆给挡光了，因为他的位置已经太深了，他如果早一点点来的话，如果位置是在比较中段的部分的话，那这边 Jack Love 是一定跑不了，就是说因为两边都是那个拉打的一个阵容嘛，好，您过来这边怎么从背后这个位置卷阵很困难，他吸卷了一下是有卷到您，但是没有用啊，三个人的起火瞬间将卷阵给击倒。这个宝蓝刷了一波，就是下路冰镜塔的时间点，确保自己家 AD 没有问题哦。进攻了一波上路，两边互相搅大绝，万紫千红互相捆绑，互相捆绑 play 一波以后，感觉还是要拉开。Impact 并没有什么信心。得到李行大脚一踹啊，圣上帮扣直接被雷兹接一套，但雷兹的魔量不够了。Impact 也靠了，他没有选择上路，趁着这波对方 TP 下来的时候吃兵，而是先到。这感觉，所以应该是 TL 他们自己先抠的。下路一打一，一打一的话，推到很危险啊。范兰感觉很不错，但他被打出凯撒的被动，两边最后是没有人伤亡。嗯，这个位置扣 JJ 如果点火之下去的话，位置会非常的不错。不过他打 Q 了一下，只 Q 起来一个布朗姆，把布朗姆顶回去以后先杀掉了。万紫千红 Impact 偷来的大绝啊，砸了一下没有空的东西，大脚一踹把牛给踹出来，这是换的帅空，大绝全空。您有点远哦，雷克大从侧面翻了出来，把他腾空打起之后，冷帅也倒了，雷兹想办法做输出，但这边至于拉了一口 XPC 没死，剩下 Rookie 跟 Jackie Love 两个 carry 位哦，双 C 两个人想要打完这一波地龙。龙团是不太可能的，那这地龙团可能要放了。这个地龙给对方拿到，扣一下，没有投到，做个尝试。这主要扣这些进来的角度非常的好啊，直接逼掉 Rookie 闪现，他第一时间就已经往后闪了，然后战场直接被切割开来。虽然 Impact 的按一个大招，虽然没有砸到任何人，看起来像是一个空大，可是他成功的逼退了 IG 一段时间，让您再度进场的时候，这硬踢踢一个辅助没有什么价值，何况辅助还没有杀掉。对。这个大绝空了也就算了，还闪到前面去，但是T楼没有办法打到底啊。哦，扣直接上面扣直接来了，汤姆没打到，闪拿来穿墙，帅位整好，帅位整好，这波我们机会有绑到对方两个人，万紫千红虽然是空了，但底薪大绝是把扣直接给踹了出来。正常方在 Q2 下来之后啊，被换掉了。又是踹了一个辅助，没有价值啊！球力大力卷一卷三啊，一卷三卷回来，这一波团战是不是。Jackie Love还能打到扩，杀手本能进场之后啊，被 Jensen 这 Q 打的连击给带走了。这一波神仙打架，杀到两边都只剩一个人存活，这两个人看看摸摸鼻子，想说算了，伤亡这么重，我们走吧。好，等一下再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们重新看一次这一波会战。下面的帅进来位置绑，虽然绑得不错，可是自己大学的位置被限制住了，根本没有办法进场。我觉得的帅一定要进去控，因为他不控的话，就反而就是少了这个，你因为你变成一个纯拉打这个角色了。哇，这个一卷三，哇，漂亮。就是当大家都有闪的时候，我这个 Shockwave 确实很烂，但是大家都没有的时候就不一样。对，都没有，而且拉打阵你又是。你队伍里面又不是守长的角色的时候，忽然觉得好像厉害哦。刚刚那一波会战的伤害统计也出来了啊，全神以3400点的死亡转角，等一下死亡转角扣 JJ 一个 WQ 顶上去，不过您马上摸眼拉开了距离，虽然说是远距离被定了一下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哦，中路反而是打算抓全神，但全神这个位置抓不到呀。这其实有点危险哦，就是因为你雷兹如果大绝开了离球女太靠近，他球放在那边严阵以待，几个人来我就卷几个，落地秒卷，对，落地秒卷的，而且是自己来让我卷的。原来球女扛的雷兹是这个空的，是吧？就有人会直接传到你前面，然后让你放一颗球。我的意思说就是像刚刚那个情况，我传太近的话，其实会有点危险。传太近会出事。传太近 ，IG 不一定要 all in， 他现在主要是找机会打人。我李信 Q 过去有点想偷，还没中。Impact 这个位置如果被勾到的话，会有点危险啊！没勾到，没勾到。宝蓝赶紧盾开哦！这个位置如果被弄到的话，尤其那个窄口，万紫千红一下来，其实非常危险。加上这场的确是可惜，雷兹还没有。真的假的？天力哥，因为自己有一个范的关系，打巴龙的速度确实是会比较好一点，但是还是被一个蓝视频照出来了。不过 KOZZ 的位置非常的微妙，直接从后面过来，您这个时候有眼睛可以摸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KOZZ选择往下去开 Rookie， 那您在这一瞬间也同时选择反向动手，这一波是成功的把 Jensen 给杀掉了。上面的下一个 Impact 的两个人在上面黄神 PK 顶尖对决啊，
踢得非常的漂亮，达波利特往后一个闪现也没有办法逃出对方的攻击范围，将达波利特给杀掉以后 ，Rookie 拿下了 Double Kill， 并且 IG 得到了对巴龙动手的机会 ，XMC 在后面只能先吃一个红 buff 看看情况了，可是 Rookie 还在找他，给了一个超负荷砸出来，没有打算去抢这个红 buff， 看起来 XMC 是不打算去争抢这个巴龙了，抢不到了、哦，这个前面那里进攻的时候，我觉得都还可以，对他的队友跟不上是最大的问题，他绕的位置其实蛮微妙的，有可能形成一波很漂亮的团战，但是第一个他走出来。一瞬间看到啊宁啊，那这个宁我没什么机会，我选择 WQ 下面这边以后，没想到就在这一瞬间 ，Jensen 就被宁的一个转身给踢出来。这踢得很好，尤其球女是对面有赏金又肥的，我觉得他们这一波只要把 TP 骗出来之后，应该就已经可以完美撤退。因为 TP 其实他亮的蛮早的，其实大家他们应该有都有看到，但是他们还是想要来开这一波。但我觉得如果那边完美撤退的话 ，IG 一定会超生气。就前面其实在这个刚刚那波团战边旁边就看到 Impact 这时候打不赢的帅的哦，但带队友来就不一样了，我一个人打不赢你，三个人行不行？走位的帅躲过以后回身一顿狂射，三个也打不过。哇，三家之内有空档啊，原来真的是有空档的。这一下子天地鬼的极度的尴尬，哎，看到没有？转到硬绑了一下，的帅被绑死了，哎，顶了回来了。这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点毒啊？说啥啥爆炸，对，这捧谁谁倒，对，捧谁谁倒，然后讲谁这一波超级猛他就死了。扣 JJ， 对对，这里被拦了一下 ，Rookie 从侧边过来是有机会可以绑的，绑了一波以后，扣 JJ 选择回身勇敢的顶出去，想要卖掉自己吗？交了一个闪现回到高地墙内，是勉强没有死掉，不过烧了闪现、啊。Double Leap 的上面啊 ，BD 的很快乐啊。他这个就单击起来了，队友你们顶得住吗？推得很开心哦。他这样就是拿了不少了，而且刚刚中路 Impact 跟这个寇直接就把自己的闪现给打了出来，有 TP 感觉，他没有去带，是选择无人机在后方扭了出来了。康波杰尼克球女在往前一起过来，两个尼克大刀砸地上，雷克尔萨翻身出来之后按下金眼先保护住自己 ，Impact 这边再度尝试做进攻哦，好像不能打 XPZ 翻了回来，李信 Q 没有踹到。刚刚这个扣子从后方进来的进攻哦，把对方的宝蓝带走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那个 TP 其实是蛮浪费的、哦，痛，直接把半条街给打掉，但被牛给挡。康博起来脚闪现往下拉开宝蓝，赶紧来做救援。变练习敲起对手之后往后拉开这一波。哎，救援还是成功的。人数不齐啊，等下在下路推二塔的情况下，连您都在家里，这一波是人数不齐，这就是一个算是有分带到。T L 应该要吃巴龙了，对，这样情况下要吃巴龙哦。但是你可以继续推，等下其实是有 T P 的、哦。对啊，等下可以 T P 过来啊，巴龙不虚这一点，五千多打的速度还不错的，现在这个 T P 您可以哦，您想要下来吗？但是。哦，但你看非常聪明哦，一上来不让有机会下巴龙池，这里看起来要牺牲扣 JJ 让扣跟 JJ 倒哦，卖了一个球果，天灵魂的完全可以接受的，毕竟已经拿到了，但是雷兹有一个雷兹大军过来了，那个球率九一卷就是刚才说的落地一卷三，卷神绳索再往 Impact 绳索再往前收下一个人 ，Jack Love 在做拉大杀手本能往右上角，但是 Shadow 落在了 Double Leaf 的身上，这就是我前面讲的，真的是一卷，我就问你。贝克还讨不讨厌奥利安娜？奥利安娜太厉害了吧！我就说真的，那个扭转之镜的位置，只要没有放好，球女球放在那里，压制性是真的很大。你打到正面五打五团战的时候呢，球女跟雷兹他们之间的优劣会跑出来、啊。这里一定要再次大力的说，就是 Impact 这个刺伤太厉害了，是你 Q 到我了，所以我就上去，我不让你抢。我们再来看一次，就是啊，中路打起来了，打不倒了，但是这边宁可也死了，去往就做这一集，可是Impact的勾上来了，宁倒地了，哇，这是带巴龙 buff， 非常的危险，而且雷兹还没活 ，Jack Love 还有一段时间，我的天哪，这看起来就是队友还没复活的时候呢，不小心站太出去，被这个 TL 找到了机会啊，现在已经是。很逼近主堡位置了 ，IG 是不能够牺牲掉任何一个残存的战友。还有十秒钟哦，三打五牛直接往前 combo， 接应了，连续再敲起来，神手命中做前冲，就往上加，大家看到没？蓄攻即行啊，扑进来杀掉了我的天哪！刚才就说 IG 没有办法再减员，再减员的话，这个主堡会防守的非常痛苦。这个时候靠着 Rookie 在侧边输出一套以后，拿到被动的加速往旁边拉开。这个 Shy 复活进来是有一点抵挡的能力的，还有加上您这操作性是还蛮高的，但是好像有点难以动手。下一波的兵线刚好续了上来 ，Double Diff 也来了，里面的又多了一个大，
您的位置很危险，果然是被神龙勾到了。打飞向前，被动技能刷一下，逼得他神龙摆尾下死掉了，您已经死对了。但是下一个复活的人在哪里？宝蓝感觉快要复活起来了，可是拖贼贼 WQ 顶上来，球女一个大绝又卷了进去。Rookie 在侧边是勉力的将 XMC 解决掉了，但是主宝由 Team Liquid 推倒了 ，Team Liquid 拿到第二个胜场，2-0暂时领先。这已经不是跌破眼镜四个字能形容的了，球女落地一卷三，一卷不到，是不是？我就说这是很危险的、啊。我再次向真的真的真的完全被你说中。出去版看到最有趣的是 ，Team Liquid 其实只领先了两小段时间，小小段的，中间那个小低谷跟最后直接掉落悬崖 ，IG。去作为去年的世界冠军，肯定不想放弃这次季中邀请赛的争冠的机会。我们来看 MVP 给到的当然是 Jensen 的奥利安娜，这一次是真的没话说，没话说，无话可说。奥利安娜的英雄强，强，伤害占比的32%，非常高的数字。